流淌，望不见家园山遥水远，心还泛起忧伤。男儿看尽天涯的目光，一腔豪情无法阻挡，热血涌动永恒的信仰，燃烧在我胸膛。大家注意，有相互掩护，看见中国人就毙了他们。小心，这里有汽油。
快点。快点。旁边跟上，快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累死了，让我歇一会儿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哎，哎，队长，你说这婆娘怎么不走了呀？行了，大家快点，原地休息，注意警戒。你是队长啊？哎，谢谢啊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我代表我们家狗蛋儿和驴子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们家怎么净是狗和驴呀？养牲口呢？怎么说话呢？狗蛋儿是我儿子，那小驴是我男人，这俩都是我养着呢。不过，确实跟牲口似的。快，快给我追！快追！哎。大家别笑我，我吴喜春是粗人。哦，对了，啊，你有这么多钱？队长，这个你收着，算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我们游击队正缺钱呢。不是正缺钱的吗？老夏，我们游击队啊是共产党的队伍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真的？啊？那你们还让我们村的人帮你们纳鞋啊？那些呢，一定是你们村妇救会自发组织的，我们是不会提这种要求的。哎，哥儿，你看钉子上是什么？原来打着游击队的名号招摇撞骗。你这就收起来了？你也太没诚意了吧！我怎么没诚意啊？这钱我都拿出一半给你们了，是你们不要的。小气！太君来了。太君，游击队在那儿，在那儿休息呢。很好，钱队长，你带着霍血军先冲下去，啊！这次是你立大功的好机会，知道吗？是，我这就带人上去。快去！哎，黄血军，跟我上！大董事，他们人数不多，我们全部冲上去，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了。人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，你不觉得很精彩吗？啊，要是等他们子弹打完了，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要是大佐英明。大家分开来，仔细搜，搜搜，跟我来。到处都没有卢小姐的踪影，卢小姐会不会已经……不可能，再找。是是是是，你们跟我这边走，快走快。为啥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等会儿下了山，该干嘛去干嘛去。行行行，我自己走，你们不用管我。准备战斗！快点！
快点，快跑！同志们听着，注意接上弹药，等鬼子靠近了以后再打。是是。大仇，杀了那个中国军人。大佐，那边有一个花姑娘。就是，你们两个去那边围住他。没有，没有啊。走。营长，枪声是从街道传来的。跟我来，走。走，他妹子大了，给我注意。叫你不要跑，你还是跑。报告，我军情红旗闻到。畜生！不要，走开！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不要！我好好的享用你。太君，土八路的火力太猛了。钱队长，你太没用了。所有人，都给我向前冲！冲！杀！冲！杀！杀！杀！放开我！这个畜生！赵鹏哥，你来的太不是时候了。长鹏哥，把枪放下！你不要管我，杀了他！长鹏哥，你们阴险真实的家伙，听之我大人们听我。小鬼子，你把枪放下，我饶你一条狗命。你这个中国人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是把我们的智商和你们中国人相提并论了吗？现在人在我手上，你想让他活，乖乖的把枪放下。长鹏哥，你不要管我。杀了他！营长，不要啊！在犹豫什么？快把枪放下！快放下枪！把枪放下！都把枪放下！去死吧！快追！你们几个跟我走！走走走！撤！对，其他人跟我来！走走！哎哎，我说你们怎么不一口气把鬼子全干掉啊？你懂个屁呀！按你说那么大，子弹早打光了，这是我们的战术啊！原来这样啊！啊，说来说去就是你们穷呗。嘿，你这女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哎，我怎么说话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瞧不起我们，你走啊，跟着我们干嘛？哎，你以为我？小刀，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，把嘴给我闭上。队长，我冤枉啊，这女的太没良心了，白救你。说谁呢？队长，小鬼子上来了。打到了吧？
老鼠了。小辈他们一个都别放过。周队长，小鬼子上来了，咱们跟他拼去。向后面去。队长，你先走，我带几个人掩护。想过去那种人吗？啊！大佐阁下。你怎么了？手下没用，让中国军人杀进了县城，现在城市被他们占领了，请大佐立即带兵回去增援。什么？马黑亚路？嘿，一定不能让他们追回去。我劝劝，安，马上滚回去，快点，撤退，撤，撤，撤，哎，快撤，走，撤，快点，快，怎么撤了？今天真是奇了怪了，这小鬼子怎么一打就跑了？我知道了，是我吴喜春福大命大，你们呀都跟我沾光了。一边待着去。这小鬼子非常狡猾，说不定马上打我们一个回马枪。告诉兄弟们，迅速撤离阵地。同志们，撤！走，走，走！快！宇飞，你不能在这儿。宇飞，你一会儿还是回到县政府里去，你先待在那儿，这里打起仗来很不安全。不行，学长，我还是跟着你吧，不然你们打起仗来，大家一走散，又得劳烦大伙儿劳师动众的来找我，那样我就于心有愧了。那好吧，一会儿你躲到防御楼去，我答应过你爹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嗯。小林，你把卢小姐带到城楼的防御楼去。是。嗯。请。快跟上。朱队长。嗯。朱队长。朱队长，我想我知道为什么小鬼子会突然撤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一定是回县城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之前去县城啊，正好碰到小鬼子在攻城，李昌鹏，就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，他把我给救了，哎，还把衣服给了我。我想小鬼子跟着我，一定是要打探他的下落。其实他带着人回去救人去了。那你的意思，就是说这县城里面还有国民党的官兵在打击小鬼子。哎，队长，你不是要去支援他们吧？不是，咱们自己也没多少弹药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？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，那些城里的国民党官兵处境真的还是很危险。嗯。检查武器弹药，准备跟我进城。是，检查弹药。朱队长，你真是个大英雄。英雄谈不上，用你的话说，都是中国人吗？嗯。行了，你回家去吧，你的家里人还等着你呢。出发，向后转。别去了，也没指望你帮忙。抓紧修补工事，时刻保持警戒。检查仔细了啊！好，机枪上子弹。是。进攻。开炮！鼓掌。
是，在这边等。 你走吧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能就这么走了，队长，现场的情况我比你了解，我带你们去。我们撤吧，撤你姥姥，队长，我们撤吧，撤。 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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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Good shot.
见面了。
狗日的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有种你想崩了老娘！都别开枪！来呀，打！你们要有本事就打！去去去去！傻猪的，怎么又是他？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把女人放了！我可以放，不过你要让我们都出去。快把门打开！来，开门！营长，不要啊！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，才把他们困住，不能这么轻易地放了他们。李尚鹏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你这疯婆子，闭嘴，别说话了！怎么说话的你？啊，这游击队！还是我叫来救你们的呢！要不是你，我早把这帮鬼子灭了。你以后能不能滚远点？那我也得活着呀！我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。这是你们最后的选择，放了我们。山本，你把人放了，我让你们出城。什么去了？谁让你出去的？多危险呐！干什么？行你杀鬼子，不行我杀呀！好了，人回来就好。谢谢游击队的鼎力相助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打鬼子也是我们游击队分内之事，应该的。大家都辛苦了，这样吧，里面请，我犒劳一下兄弟们。好，我看恭敬不如从命。哎，请，请，请，走。鬼子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早把鬼子消灭了。你怎么不说你枪法不准呢？哎，你我什么我呀？哼！等等我！蛋子，我们现在的人数不到一个中队，我们的武器也不足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不能回去，绝对不能回去。我没脸面对我的老师石原将军。游击队的弟兄们，大家辛苦了。没有什么好酒好菜，但是一定管饱。大家放开了吃，好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，别客气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朱队长，战乱时期，粗茶淡饭，没什么好菜，请你见谅。哎，我们游击队能吃到这些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你们游击队条件这么艰苦，还能坚持抗战，真的让我们佩服。这都是应该的，只要能把小鬼子打跑了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能这样我们就足够了。哎，朱队长，多吃点。朱队长，老李，我找来两坛好酒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喝酒庆祝庆祝。有什么可庆祝的？小鬼子都被你放跑了，还庆祝什么呀？哎，那今天算不算打了胜仗？我们是不是消灭了好多小鬼子？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因为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不坐在这儿了。那我得感谢你啊。那当然了，要不是因为我。叫了朱队长他们来，你早就被小鬼子他们干掉了。哎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先别说了，我的话你放在心里就行了啊。我的大恩大德你记得慢慢报啊。来，喝酒。
先给你倒上。朱队长。啊。小兄弟。来，再过来个馒头。好吃啊，真好吃啊，香的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这第一碗，这第一碗酒，敬牺牲的弟兄们。好。哎，这么好的酒，你们全倒了。坐，请。卢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鬼子不是已经打跑了？哎，你们营长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快带我去见他。好，好，好！没想到卢小姐还挺关心我们营长的。当然了，他救过我，我当然关心他了。卢小姐，里面请。真是浪费！来，我再给大家倒上。这死去的兄弟都在天上呢，这往地上倒，这也太浪费了。没关系，马上。最好吃的菜，哎，啊，别噎着，我敬大家伙一杯啊！朱队长，我来敬你吧。慢点吃。好，来，昌鹏哥，宇飞，你没事吧？昌鹏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放心吧啊！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你。傻丫头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那就好。还有没有馒头？有，来。哎，这不是我那天晚上碰上的那个丫头吗？哎，你给我指条死路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你知不知道？请问你是谁啊？少装蒜啊！别装作不认识。那天晚上就是你，我记得你。长鹏哥，这人到底是谁啊？老李，告诉他我是谁。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救命恩人，就算你救过昌鹏哥，你也不能在这里放肆。啊？怎么着？这地方是你们的？啊？你爹是县长啊？我爹就是县长，我爹的地盘就是我的地盘，你想怎么样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行，听到没？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哎，走走走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找这丫头片子算账，啊！给我指条死路，没你，你干嘛呢？你不是说要敬我酒吗？你还没敬我酒呢，咱们喝酒去。哎，昌鹏哥的酒我来喝。哎，哼，别扯呢。没事，会喝酒啊，等着。她就是个疯婆子，你理她干嘛？你又不会喝酒。你别管。别喝了，你会出事的。哎。喝，吕飞，不能喝啊！不能喝就别喝，我喝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来，再来一碗。喝呀！哎，这不欺负人吗？别动！有种再把这个喝了！哎呦呦呦呦，还不能喝给我，不能喝给我！我来，雨飞，好样的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雨飞。雨飞，就这点酒量还跟我喝酒？王轩，营长，带他走。是。哎呀，行，都站不住了。朱队长，来，再敬你碗。好。
林长，你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还会继续坚守巴山县城，哪怕战至最后一刻，也绝不后退半步。好，有需要游击队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好，如果遇到困难，一定会请游击队帮忙。嗯，一言为定，我们会鼎力相助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来，连长，大佐。大佐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请大佐指示。我去十二里，是中国老百姓的村庄，我们去那里看看。哎，又把满天星，搅得天色。